那差不多大概就一个钟头。嗯。然后就是说，然后就是只要上面有出油。啊，这个速度太快了啊！这个速度太快了。是啊，那可以按这个延时嘛？我转盘再延时一下，它就半间条就断了。嗯。这个可以设定的。嗯。调慢一点。一秒钟啊。是吧？调个两秒。它就会等那么久才会断。这边，这边一个夹子。是哪个是找那个啊？哪个延时啊？延时这边转盘延时啊，调个两秒，两秒也可以啊。嗯，这个太快了。等你放好的话，它就断了。